知名 YouTuber 团体反骨男孩凭借大胆幽默的作风而广受喜爱。身兼老板及导演的酷炫之前在影片中分享面试新人的各种趣事，其中他透露自己很在意面试者喜不喜欢谈恋爱。他认为谈恋爱是生活中很美好的一部分，是一个人所有的养分，也是能量的来源，并鼓励大家多谈恋爱。在近期展开的征才活动中，反骨男孩在征求影片拍摄、剪辑企划、影片后制剪辑人员等，薪资25K-40K。就有面试者投履历时透露自己和酷炫同一天生日，所以希望有机会能一起工作。最后不忘补上一句：“我交过很多男朋友。”让酷炫特意截图分享，称赞对方的条件符合公司文化，可以优先面试，甚见小凡众人。